退伍回家第一件事想做的是什么？就是请我阿爸阿母拜托李长伯出面去领导。请。啊！这档婚事，我的答案是。你绝对是我生命中上重要的一个人。我宁愿辜负我自己，不过我绝对不辜负你。2月9日起，每晚8点，曾经我们一起12岁。